你看啊，还弄挺好看的，那是你嫂子这夸了夸的，这么办酒呢你？啊，怪不着，夫人你一直想。嗯，好。嗯，南来的、北往的、齐齐哈尔、鹤岗的。你是鞍山的、打虎山的，你还是黑山的、井冈山的，包括革命老弟，只要你到我们这个地面上来啊，上车咱就走人，给钱也行，不给钱也行，给钱最好。大哥，啊，这真准备开张了？什么叫准备开张了？这就开张了。哎，嫂子，哎呀，出来怎么不带后腿呢？你看，来，什么叫幸福？什么叫温暖？什么叫凉快？凉快是因为温暖过劲了，太热了。行了，但不过这个你得学嫂子，你看着没有？你看你，天天连吃带喝已经长成这样了。那我咋的了？那啥玩意都我学，你咋不学学呢？你跟钱进大哥好好学学，你也甭找别的工作，你就跟大哥一起拉车去啊！我就发现你说话张嘴就来，你这能，你显摆什么玩意儿？我这一个技术工，我能干这玩意儿啊？哎呀妈！那能不要脸呢？你才几级？人前进大哥几级？那人家还车间主任呢。哎呀，副的啊！哎，大哥，在我们心目中永远都是正的，少胖的。不是，这是啊，没事没事。哎呦，这整的跟飞行员似的啊！是开飞机啊？对，我爱祖国的蓝天。行了，别看了，不嫌丢人呢。回家。哎，好好开啊！嗯，行。瞧瞧。这家像不像子龙大哥？啥哪里？不用管他们说啥，咱干咱的啊！天擦黑了就往家走，老婆在家给你热酒啊！你看看，这媳妇哪儿找去？打灯笼都找不着。行了，媳妇儿，待会儿啊，你还得给人送货呢，你也多穿点。咱美丽可以，但是不能动人。你看，这小脑门都比你大。什么叫温暖啊？大哥美。行了，各位父老乡亲。咱们就孤堆白了啊！好，父老乡亲们啊，等着我胜利的消息。赶走吧！啊，马上回家数钱啊！嫂子，听着没有？哥让你晚上数钱呢。这家骑大马，挎大刀，呱唧呱唧，就是个撩啊！想去哪儿啊？慢。明哥，现在这慢点，阿哥。技术工，蹬板迟了，你这叫啥呀？用不车吧，我给你挑挑，还能帮你挑挑，便宜点啊！这些买家具的，他们干啥的？你们干啥？你没看这正忙着呢，瞎凑啥热闹？你去干啥？干啥？干啥？去！不，我也拉车，咱都同行。拉车，同行。同行啊，同行，你拉过几天车，你也报个同行。你哪儿凉快上哪儿去，上哪儿去，赶紧。啥叫哪儿凉快啊？你咋这样呢？这么大地儿，我为啥非常不是你也不懂得规矩，你赶紧的，赶紧的，你可真有。哎，海同志你好，买家具是吧？我买家具啊。哦，家具你可得好好挑挑，咱这北方干燥，你知道吧？你买那实木的，要湿的话，你拿到家一干，咵开裂了。哦，你也拉货的？对呀，我今天头天上班，我车都新的。不是你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老北方厂，那时候刚下岗嘛，你帮忙开个闸。行，就你了啊，走。你说要车不够，我这还有啊。他这方面挺好啊，帮个人。哥们儿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咱工人就是干活的料。哎呀，要说这下岗啊，是个闹心事啊。不过没办法，国家要发展，社会要进步，多余劳动力那就得转移。哎呀，听你说这话像是搞政客，怎么跟我老丈人一个口气？啊，搞点研究，还搞研究？哎呀，我天，那不用问，应该是教师，再不就是大知识分子，还不是？哎，要说这下岗了，肯定心里边有情绪吧？哎呀，那一定是有啊！你要说是没有的话。那不成二彪子了？可是咱工人呢？啊，在哪儿啊？都是靠体力混晚饭吃。哎，我说，您怎么称呼？啊，叫我老马。
哎，你呢？啊，我这名好记，我叫向前进。嚯，是挺好记啊。哎，你这是新盖的房子，雪白的墙，家里得装修，得添置家具吧？是啊。那我想跟你说点事儿。那你说，你们那街坊四邻的肯定有装修买家具的。有啊。你到时候明白。我给你揽活儿。要说这知识分子啊，就是啊，头脑清醒。你要不当官都白瞎了。好了，走吧。彪子夫，什么玩意儿？你这啥呀？这哎，哎，报告一下，不会。哎呦我天，这家幸福的人们。哎哎嘿，哥回来了。哎呀，行啊。挣钱了，这家没放空炮啊你？我能放空炮吗？啊，这玩意儿比开车床简单多了，是吧？挣多少钱？挣多少钱我能告诉你吗？啊，就你那小心眼儿，知道了以后，这家一晚上睡不着觉，谁负责任呢？不过我可以让你猜猜，猜猜。那我上哪儿猜去？猜不出来是吧？我就知道你猜不出来。这么的吧，咱们让彪子夫猜一下。彪子夫，你说说我挣了多少钱？行了，你也不用猜了，我也知道你猜不出来。你们玩吧，我这也累一天了，回家喝酒去了。买好吃的了。是真挣了钱了。来，哥几个继续打牌。你们就知道玩，你看看人家还玩呢。我们不是没事儿吗？来，再吃点蔬菜。嗯，蔬菜有营养啊。嗯嗯。好。那个前进啊，你那个事儿吧，也不是啥正经事儿，上那个招聘那个地方看看，要有啥好活就别干这个了。妈，你不知道，其实啊这活挺好的，啊，拿闲钱儿。一天好几十块，就是出点力，但咱不劳神呢。掉掉掉掉，关键这拉车呀！哎，姐夫姐，当着女孩儿们老钱钱钱，多俗啊！哦，妈，你也别说了啊。嗯嗯嗯，明白。说两句。哎，说什么两句？来，喝两口。哎，好。少喝点吧啊！哎，国强，我吃饱了，要不咱俩回去吧？别，我这跟我妈还有事儿呢。嗯。妈，多吃点。我跟您上里屋说。啊，多吃点，你看吃那么少呢，这孩子。来来来来来，咱喝咱。好。嗯，你这干啥呀，丽华？他不吃完了吗？不是，吃吧吃吧，这丽华。哎，你吃。你说这多好，这小馍按着，小钱挣着，我那小车蹬着，小烧鸡买着。哎呀，早知这样，下不下岗能咋的呀？你说，往下点那下边那地儿。哎，啊，哎呀，哎呀。哎，你说这国强，鬼鬼祟祟的，跟我妈能说啥事儿啊？哎呀，是不是惦记那点货呀？那没错啊，我早都给他总结完了，你知道，见着一个爱一个。爱上一个那就糊涂，一糊涂你妈还帮着糊涂，那点黄货，都献给伟大的爱情了。啥伟大爱情啊？就是糟践东西，人把东西全拿走了，一个都没留下。你说这干啥？那不是你妈的一片片的情吗？怎么说话呢？嗯，不是，我说的意思是啥呢？你看，一个是周瑜，一个是黄盖，你说这俩人在一起。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就这玩意儿，他是这个意思。你说咱拿他有什么辙呀？那女的一看就知道不是个省油的灯笼。哎呦，你这话算是说对了。你再看你弟弟，他省油不？你找打是不是你？行啊，你高兴了是不是你？不，你又糊涂又糊。糊啥涂？来，行了，咱赶紧睡觉吧啊！行了，太好了。哎，这宝睡觉。就这么就睡了？啊，这不按完了吗？不活一下气氛啥的。按说应该，这么动这么动人，我是寻啥呢哈？等，我这恢复一下体力，我这两天骑车干活吧，腰酸腿疼的，你等我缓缓，缓两天啊。缓几天呢？也就两天呗，两天补睡，完了咱活跃，好不好？好嘞。
两天是不？哎，好，宝真听话。哎呀，关灯啊！哎，太体贴了。哎呀。买家具的男士们，美化自己生活的女士们，我是新上岗的板车工，我叫向甜甜。在为你们家美化生活的道路上，我愿意付出辛勤的汗水，为你们铺平道路。给钱也行，不给钱也行，给钱最好。哎，我为大伙服务。哎，我愿意为大伙。板车，板车，小姐。哎，我家就在前面，离这不远，有。拐两个弯就到了，你看多少钱呢？那你说多少钱？这个拐两弯是吧？对对对，少给点，少给点。好，那个2块钱，我给你拉过去。哎，大姐，大姐，等等等等啊！你看我的车搁这呢，我给你送就得了呗。哎，还是啥意思啊？让他送？嗯嗯。我告诉你，嗯，你这板车呀，这些人呢，你问问谁见过这小子？没见过。你整不好他是坏人，见没见过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的？怎么的？你说怎么的？有2块钱拉活的吗？就是2块钱拉活，有2块钱拉活的。2块钱拉活就是搅乱市场。大姐，嗯，我拉这啊，就是想图赚俩钱儿。你说2块钱拉个拉活，根本就没有。大姐，别别，1块钱没拿好心。我拉你，跟我跟你讲，大姐，就冲他们说这话，就没拿好心。我不要钱，我给你拉了，是吧？好，那就你根本没拿好心，我就不信谁没拿好心呢？什么意思？来上车，大姐，这他妈没治了，这啥玩意儿？什么意思？还我坏人了？没有，你在干活的，这不搅什么人？咋的？糊涂赚钱？我啥玩意儿？搞啥呀？哎呀！哥，啊，你黑子出事了，你赶紧给我看看去吧。出事了？出啥事了？进派出所了。我的天！能不能让我省点心？啊？你到这儿来几次了？加咱们那次。加什么攒？问你几次就几次。别说了。我跟你讲，简大同志，当初啊，当轻工的时候，一个个就是刺头。我就没少掰扯他，好容易这都掰扯过来了，都捋顺了。哎呀，这不赶上下岗了吗？可能政治思想工作呢，就有一些疏忽。不过没关系，你把它交给我，我慢慢全都给他们掰过来。按说你们几个也是北方厂的老职工了，就这点觉悟都没有吗？听听，卖废品。那点废品能卖几个钱啊？你谁说不是？再说了，再是废品，它也是国家的，不是你们说卖就能卖的。听见没有？保安阻止你们，你们还要打人，做得对吗？问你们呢，对不对啊？怎么不对？按说呢，我也是雇人的子弟，你们这种情况我也理解。嗯，这次也没造成什么后果，对你们就不进行追究了。那还不快谢谢人家啊！哎，我们得，不用谢不用谢，我还得问你们一句。以后能不能改？你能不能改？我肯定改。胖子，改。还有你，改呗。你说话。哎，警察同志。啊，我想想你，你是那个圣诞老人？算了。嗯。哎呀，给我添多少麻烦？来吧，你签个字，把他带走，以后好好管教他几个，别再给我添麻烦了。嗯。派出所成天为你们服务。是，有时候也。现在的东西可贵了，嗨，啥不贵呀？就人便宜。干嘛呀？舅妈那个，求您个事儿呗。你又求我什么事儿啊？怎么又是这事儿啊？上回不说好下不为例的吗？上回是说下不为例，但是这次不怪我，这次是那个数学老师，他耍赖。老师怎么耍的赖呀？说给我听听。他说好了那应用题他不变数了，可是呢，等真考试了他又变了。你说我这不白背了吗？我把那答案都背下来了。你这孩子，这怎么能背呢？数学题学的不就是个计算方式吗？哪有死记硬背的呀？是，那个，这回我不知道，下回我就知道，下回就知道。哎呀，舅妈，好舅妈，求你了还不行吗？下不为例，下回我就知道，真知道。
你就知道熊我。真下不为例了啊！真下不为例。我姨妈怎么才考42啊？你，舅妈，你小一点声！我爸我妈要知道了，他们还不得打死我？打死你！我看连咱俩一块打死。哎呀，舅妈，这孩子真是的。我跟你讲啊，这最后一回，还有一会儿回去把这些题全都给我重做一遍，听见没？放心，放心，放心。谢谢舅妈，谢谢舅妈。凉。让着，考试就不带找你。考试找我干啥呀？好好骑，这不好好骑着呢吗？还犟嘴？我没有。天津，哎，天津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停停啊！停！哎，天津呢？啊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妈，没事，我非常好。没事，这是咋回事啊？啊，没事，那啥，他腿有点不舒服，完我替他先。你给我提，停停，少废话啊！我这腿好好的。妈是这么个意思，他们呢是想孝敬你。俗话说得好，哈拿谁有谁米达。那啥意思啊？意思是完犊子少教育，快送我回家。再没事啊？没事，走了爸。嗯，再见吧啊！赶紧走吧，前进，在这杵着了。等一声，哎，我话都上来了，回去吧。中国话说不了他们了。没事啊。嗯，没事。哎呀，这都是咋的了？一个个这耷拉脑袋、哭丧脸的呀！哎呀，你可快别提这几个完蛋玩意儿了。咋的了？哎，婶儿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啥事儿说吧。你看这厂子下岗了，这黑子在这待着就废了。我想让他跟前进大哥他们拉车。哎呀，拉车那不是个体面活，你家黑子那是技术工人，他能干了这活啊？也就是我们家前进能拿下脸折腾。他能跟前进大哥比呀？他要能把车拉好了，我都谢天谢地了。行，我回头啊跟前进说一声。哎，那可不保准了。哎呀，婶儿，别人说不成，您说肯定成。嗯，您说呀，那就相当于老佛爷下一旨一样。哎呀，我还有那么大能耐呢。能。行，快回家给他们做饭去吧。那行，婶儿，这事儿托你了啊。走吧。那我走了。托你了，婶儿啊。走吧。干啥呀？嗯，一句话，干还是不干？哎，不是不干，是干不了。咱自个儿还是个徒工呢，你让我带徒弟，你这不瞎掰呢吗？这不，你说你这个人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说你有本事吧，你说你连个事儿你都不敢扛；这说你没本事吧，你说那一票人眼巴巴看着想跟着你干，你这号召力都哪儿来的呀？这还用问吗，老婆呀？这不是多年的积淀吗？咱在四车间，这是领导的风范，人品，人品决定。你就知道你自己的人品，我告诉你，你就让黑子他们这么放羊去吧。要不了多久，肯定又进去。那怎么可能呢？今天从派出所出来，你没看那一个个的？哎呦我天哪，差点没尿裤兜子。放心吧，把心呐放在肚子里，不会再有这事儿了。你那意思就是不行呗？哎呀，他不是不行，宝，我是这样。你说咱把人叫过来了，回头生意不好，你说还不得怪咱？行了，这事儿不讨论了啊，听话，宝，咱呐。把自己事儿干好，等干完好以后，打铁先得自身硬嘛。咱干好以后再说，啊？行，不讨论了。嗯，咱俩感情已经破裂了，以后这些娱乐活动啥的全都取消。哎呀，那咋能拿这事儿要挟呢？啊，宝，取消，我说取消就取消。不是不是，你不能说是事业呀，这个私生活都混淆起来，不带这么玩赖的，听见没有？你还敢说我玩赖？你不玩赖，那谁玩赖了？取消了，已经都取消了。哎呀，不能是这！哎呦，我天哪，这多好！你说咱两口，你刚才说都来是吗？对，都来行。我还一开始以为你说就一个人，黑子一个人，那你凸显不出我这个领导风范来。都来好，你早说就行，这行，都来行，都来咱。对你刚才你的要求，我确实有些害怕。为啥说呢？你说咱干了一天活了，回家洗完澡以后，咔床上，那家结果多好，不能把这些东西都起坏。听话，宝啊，来，我他洗脚水去。好。
干活。干啥你？你起来！你扶着你挑，哥你扶。你这毛病真烦人。啥都是烦人，啥都烦人。好消息从你就觉得不烦人了。嗯。哎，我把话给你说到前头啊。对千金我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。我给他说了，我说你来到我这来干，你要不来非要拉车，这是跟我没办法啊。哎哎，我不挑了，我哥。我哥厨房去啊。看你妈干啥呢？小兵，你干啥呢？滚！老板，小兵，你啥意思了？是不是？这学一身哈毛病，我跟你说。跟谁学的？也不知道像谁呢。小磊，那是可知道的，我就知道你要说这话。好的都随你了，哈都学我的，对吧？孟周公，哎，孟周公，哎。会骑车不骑车你啊？会干活不的啊？怎么不会干活？你不懂规矩的啊？啊！来，啥事儿？你说住啊！说住他哪？不是，干活不是，你干啥？别动，后边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手重啊，全都别碰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手重啊。你多少钱你都拉，你那气儿啊？我多少钱拉活我愿意啊？你叫不叫别人叫活去吧？小马哥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小马哥，小马哥，你在评评理，正好你来了。你放活不干这干嘛？小马哥，他撬行。哎呀，嫂子，认识？认识。不，前进了。啊，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。我还想找你。找我有事吗？请教啊。咋事儿？认识啊呀。不是你们哥几个怎么长能耐？不懂哥几个想教教他，一块钱两块钱，啥活都拉。咱们最低也得五块钱吧？就是。他懂得吗，兄弟？嗯。不，前两天你在那儿试了吧？我那车我还真没往心里去。嗯，不，你这，我今儿个这真干上了，这是。是啊，搅和好几天了，搁这儿。不，你这全副武装的，使得挺力量啊。车呢？这儿。这你车啊？是，就这车，这我拉出来。小车呀，整挺稳的呀。啊，人立着，这车也立着。行了，哥几个，今天这事儿啊。给小马哥个面子啊！小马哥来了，就得你了啊！好，咱哥几个，兄弟，嗯，换个地方唠行吗？好好好，换个地方唠，走，来，来吧，哥几个，来吧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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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说一句实话哈，我今天呢，就算是正式拜师学艺了。不，真的，我呢，是个新手。大家都是我的老师啊，跟我这儿呢有什么事儿尽管说，好好，没问题。我今天我那就叫撬行是吧？你那还不叫撬行啊？叫什么？白拉他都拉，还不是撬行啊？就你这么干的，真是个奸脑。叫我哥来一来，哥几个都是义气人。哎，是你这家伙差点把自己都赔进去。不是，我看你们互相也这就降价撬行啥的。你这小马哥跟你讲的你就明白了。对，你说啊，你说那都装出来的啊？怎么的？装给谁看？嗯，装给那雇车的人看。啊，你比如说，来雇车的，嗯，你。8块钱，嗯，我5块钱拉走了，嗯，其实就5块钱的活，对对，这玩意儿嘛是咋的呢？嗯，让人家感觉到少花钱了，哦，心里边舒服，知道吗？明白了吧？哎，就这么回事儿。满市场整天就那么点活，你去我去他去，总得有人去呀。对对对，咱就不在乎那仨瓜俩枣的，对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大伙儿都得沾吧的。哎，对呀，有钱大家挣的，对对对。明白了，知道吗？明白了，这太长学问了。这几个明白了，大家都注意了啊，别抠手指头。这就是咱们这个城市的交通示意图啊，看着没有？这家错着我有之啊，非常好的一个城市。我们拉车每公里低于8毛就属于恶性竞争了。俗话说得好，这就叫呛行啊！咱们这哥，你这词儿整的这家恶性竞争，整挺专业是吧？那当然了。
这都是我这几天工作下来理论结合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。哥，所以这玩意儿还有啥讲究的哈？这里怎么就没有讲究的？啊，这里边学问大了，我告诉你，咱就说包活和让活，啊，你比如说黑子，一天干了三趟活了，为啥呢？他人好，嘴巧，会来事儿，人家顾客都找他，是吧？可是呢，你可好，在那懒呢，整天跟八戒似的，往那一摊呗，这卖单儿，啊，人一来了你也不到抢活。你一趟也没拉，黑子拉三趟，钱都让他一个人挣，行吗？这时候他就把这活让给你，让你干。那顾客找他来了，怎么办？啊，价格还不能便宜了。啊，哥，我就跟人家说呀，我干活不行，啊，他行，他这胖，体格壮，能干。完全错了，人相中是你，你这会儿把这活让给他了，可是人家。顾客心里头有差距啊，你想我相中你了，你怎么让他干呢？人能满意吗？那你说咋办？我不知道，你发现你有问题，黑子。咋了？你说你这个课堂上你注意点纪律行不行？你说话能不能先举个手？咋整的？这也专业着了，这上课呢是吧？我错了。什么叫你就是错了？你看人彪得慌，坐着这么半天，人吱声了吗？人没吱声，人吱声之前人肯定举手。你说我说对不对，彪子峰？你看，你看，立马把手举起来。这说不出来呀？怎么就说不出来？彪子峰，你说我说对不对？对。你看，你看，举手在前，后来说个对，考谁呢？行，这个可以。三十六计里边有一计。在这儿就能用得上，这叫暗度陈仓。拉倒吧，哥，还三十六计呢，兵法都出来了，不就拉破车吗？有啥的呢？好，就你这态度，你干不好。俗话说得好，干一行爱一行，啊，只要你肯琢磨，行行出状元。咱远的不说，咱就说近的，啊，就是那个骆驼祥子小说，是吧？里边那个车行里车那么多。人那么多，为什么虎妞就偏偏看上了祥子？你告诉我。哎，哥，虎妞来了，虎妞来了。哎，嫂子，嫂子，哎呀，罗姐来了。我天哪，行不行啊？你们呢？甜不甜？你能不能注意点课堂纪律啊？不是，我这讲着课呢。你尝尝，哥，可甜了。我这样看明白了，这一个个的啊。吃啥啥不剩，干啥啥不行。行了，你们也干不了这活，我一人干呐，生意还会好点。哎，什么玩意儿就抢啊？这个，辣的都放上边了。老哥，各处已经照样上路了。干活了。啊，干活。你看这家伙。勤劳的人，大哥，你这就要走啊？啊呀，文鸡起舞。是啊，那你等会儿黑子他们呗，他们也整车去了。我等他干啥呀？怎么可能啊？一个个说话叭叭的，尿炕哗哗的。哎呀，他们这回表决心了。咋表的？哎，东西怎么都不拿呢？哎呀，光顾高兴了。你说这事，但也没关系，家里头这不都有值钱模范？那我嫂子心多细。那是。哎呀，我天。嗯。哎呀，你看。这一样一样的，全给你想到了。那是，忘了都没事儿。行了，在家数钱吧。啊，带上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等一会儿。哎，他们真去了。他们几个，你行了吧？我在吃饭就行。你看，哥。这是几个意思？哥，嫂子，我们就一个意思，我们这就叫一位开始。下岗职工不流泪，当面板车闯社会呀！停，行吗？给个评价吧。都是好样的。谢谢嫂子，别走了。那咱们就。向着幸福前进吧，向幸福前进，走。
好几天，是天累，刚出来。哥，不对，这不刚出来吗？出一出，嫂子跟我媳妇他们在门口十里香送嘛，高高兴兴送我们出来嘛。十里香送你们第一天，十里香送我好几天嘛那种。啊啊，对，他干好几天了。对，干多少天我不管。嗯，你不知道那广场那儿禁止乱停乱放吗？嗯，那儿不让乱停乱放，影响市容市貌，车扣了。别在那厕所那地方不好停车。对，当时我跟你讲哈，我们今天确实这不下岗以来头一天，他们响应我号召，今天就把我们当成就是就怎么说呢，就是就出发这么一个对纪念日。但市场里边我不管你们，知道吧？嗯。广场不允许，我再说一遍，禁止乱停乱放，影响市容市貌，车扣了。老北方厂的，这刚下岗，还没跟着他一块儿。是老北方的啊。看你们下岗了，嗯，下我一令。可是啊，你贵姓？我姓于。那个于领导，就这样，咱们为了表示对于领导的尊敬和感谢，咱对他进行三鞠躬啊。别，那行，谢谢，好，笑了。我们就觉得吧哈，一鞠躬对你来说太薄了，对你再多鞠一躬就告别了。不要，行了，这人太实诚了，谢谢啊，这好人，太好了，金先生，我跟你讲，以后可不能乱开。师母，呀，小杜，哎，那个丽华身体恢复的怎么样？啊，在家养着呢，是吧？给你们带了点营养品。看看你，呀，你咋出来了呢？说曹操，曹操的。在家养病，谁让你去买菜去了？你说你这孩子，你说真……你俩躺好几天了，谁能躺住啊？你咋来了呢？啊，我正好是路过这儿，顺便过来看看。没事，没事。怎么样？身体恢复好了？没事儿，能有啥事儿啊？哦，你是不是有事儿啊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不是，你看，主要是你活做得太好，别把那事儿给我断了。哪能断呢？我现在一家老小的指着你养活呢，断不了。那你太抬举我。哎，钱进最近忙啥？忙啥呀？瞎溜达呗，整点小买卖。我也治他，要不然你说跟家闲着干啥？你看看。他要是做买卖，可不能跟我干同行啊！有你这巧手媳妇儿，我可竞争不过你。想跟你干同一行呢，他也得有那本事啊。不能，说想找个车队带着他那帮兄弟。哎呀，拉倒吧，还车队呢？那就是拉家具那个板车队。啥板车队呀？那叫物流，好不好？整不好以后能赚大钱呢，我跟你讲。行，我就等着我好女婿啊。赚了大钱养活我，孝敬我。哼，现在没养活你啊，他没孝敬你啊。你住哪儿啊？你吃啥呀你？小杜，你看看，就跟我有章程。师母，实际上他们两口子挺孝敬您的。行，那什么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，师母。啊，那个别着急，好好养身体，身体是最重要的，什么事都是次要的。行，没事，放心吧，谢谢啊。哎，整俩地瓜走吧。不，不要，装俩。谢，我不吃了，谢谢。好养身体啊，再见，师傅。啊，哎，你忙吧。哎，慢点啊。看看人家多有出息，都是营养品，正好给你补一补啊。人猪猪就是大方，男人家的手短，不是你教的呀？看你这丫头，真是的。哎，好，回家养病啊，不许下来了啊。哎呀，我咋没有？这不是说刚说把那东西送那儿去吗？你上来都不想，就上来就说。哥，你看谁来找你了？哎呦，师傅，现在动了吗？这听令华说，拉上车了。哎，什么叫听啊？这不都看见了？
我正有活要找你来。是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那个店呢，每天不是有百十来块钱的活来回送吗？我想把这事儿包给你们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呢，是不是？哥，这行啊，这大活啊，可以干。哎，谢谢杜老板啊！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老杜，那就谢谢你了。嘿，你看钱金，你说这话不就见外了吗？真是。那你今天来是有活，我不正为这事来找你吗？那行啊，那咱们走吧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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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我车子开好了。哎，谢谢梅总，范波啊，我得敬你一杯啊，照顾好我梅总啊，你放心，有什么大小不到的啊，你得多照应点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希望你对我妹子好一点，啊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一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妹子，我爱都爱不过来，我愿意听，来哥，你也知道我这脾气啊，是吧？真要是对我妹子不好，我这帮兄弟可都在这儿。我就不答应了，我就收拾了，我自己收拾。放心，还是我话，我爱都来不及呢。来哥，敬你啊！好，来。哎，对了，那啥，咱吃完以后你给打折啊。哎呀，不说了啊，今天刚哥说这些话，我也高兴。今天这一桌饭打八折，那哪行啊？我哥和这帮兄弟来，你就打八折呀？那咋？那你说咋？那得免单呢。这个，这个，小凤姐，这个。哎呀，来，免单，来，不必，不必，不必。哎呀，应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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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免单，瞧你，哎呀，哎，哥几个，咱别光喝啊，咱都端起来。啊，这杯酒咱得请大哥，知道吧？为啥？要没有大哥，嫂子跟老杜这种关系，咱也整不了这活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来，哥，我们哥几个敬你。哎呀，说起老杜啊，当初我们在工厂，要论起来话，我们也算是师兄弟儿。要说干活呢，他确实不是个人。可是下海经商，老杜还算把手。哎呀，人家现在混得比我强，加上在厂子里，大家应该是都知道。追个嫂子，但不管咋说，他还是大哥的手下败将。哎呀，不能这么说，不能这么说。哎呀，人家老杜让咱们去干活。想想呢，既感激，心里又有点酸不起来。哥，你咋还吃醋呢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毕竟以前曾经是情敌嘛。哥，哎，你跟我以前是情敌，你怎么跟我说话？这事我跟你说干啥呀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有关系，有关系，关系大得很。我跟你说，你的以前的情敌现在就在我的对面，我向你保证。他不管用什么行动，都逃脱不了我的眼皮子。一旦我发现，马上向你报告。哎呀，行啊，你可千万别让你说的跟真事儿似的。得定点啊，来，定点。来，没事，交一个，定点啊。看看啊，你这个熊孩子，怎么撕成这样啊？哎呀，他妈气死我了！家里就剩这点地瓜了啊，就这点了。回头叫钱姐给你弄点去。我修啥玩意儿啊？水开了都不知道灌哪壶啊？多强吧！我那晚上弄了个大口子，你说，我现在也得给他补补啊。这咋补啊？这是。行了，别补了。现在谁还能穿打补丁的西装是咋的？那这是一套新西装，还是外国牌子？那不能穿了，也不就白瞎了？哎，丽华呀，好，小杜那个服装店都买什么服装？
卖啥？哎呀，不卖打五零的服装，你啥意思啊？我能有啥意思？那他卖衣服，我买衣服呗。你再往下说。那也就是打个折，便宜点呗，这算啥呀？打个折，你是不是一天不占便宜都难受啊？爸，那妈从哪儿给我找的？啊？你死丫头，什么话都说，话都说，我看好了啊。真不错，做了这么大的买卖。瞧您说的，哪那么大的买卖，就是一小服装店。哎，既然您来了，您就别客气，喜欢哪件你就挑哪件。那咋好意思啊，我就随便看看。好好好，看着哈。不，你说你还能干点啥啊？我让你看个人你都看不住呢。